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SA 直角烤模，这是专门做蛋糕用，有没有？海绵蛋糕非常适合这种的。那上面这排呢是固定式的，上面这排是固定式的。妹妹谢谢你哦，妹妹说 hello， 还生气，因为我不给她看烤模。然后这边是固定式的，所以底部的部分其实就没有分离。好，那12、15、18、21其实还蛮大的。那底下这一排呢是活动式的，也就是说它的底部是可以脱模的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你说爱你，妹妹有没有说爱你？好，你放了放了。那12、15、18跟21，那我要看一下哈，这款为什么？我们有一个夫人她说这个不错，是因为你看旁边部分这边有卷边，等一下卷边，然后边边有。好，那你说谢谢，你说谢谢。妹妹今天不乖哦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片，这片底部的部分，它事实上是也有卷边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仔细看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边有把它卷起来。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？因为呢，有人就是被这个刮到，不是被这家的啦，就是说别家他们在设计的时候，这边是很尖锐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就很容易在洗烤模的时候就刮到手。那这个烤模他收到之后觉得很不错，所以就要介绍给大家，然后也介绍用，我觉得也不错。这样，谢谢，拜拜，妹妹拜拜，妹妹拜拜。